第62篇，大卫的诗，照耶杜顿的做法，交与灵长。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。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你们大家攻击伊人，把他毁坏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，将倒的壁，要到几时呢？他们彼此商议，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。他们喜爱谎话，口虽祝福，心却咒诅。我的心哪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，都在乎神。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，都在乎神。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下流人真是虚空，上流人也是虚假。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，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。不要仗势欺人，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。若财宝加增，不要放在心上。神说了一次两次，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